什么？我们三个爱上同一个男人？哎呀，这风吹错打起来了，你们自己看吧。这不是公司新来的普信哥吗？一把年纪，普通自信，天天骚扰我和丸子，还说我们暗恋他。啊？来，小丽喝奶茶。哦，谢谢丸子。普信哥，你的。我就说吧，葵子好玩子喜欢我。你想多了吧，刚想说喝奶茶，他们这个还真是，而且就你们一半，我的是全糖，说明他们想把最甜的给我。幸亏把全糖那杯给普信哥了，不然我们喝了得长多少肉啊。就是完了，炸鸡到了，快来吃东西。不好意思啊，别藏着了，裴总想见我就直说，何必这样吸引我注意力呢？啊，你这么漂亮，我当然会考虑你了。你这点也能有度，神经病啊。哎，还害羞了呢。人事那边要做个员工统计，大家把表格填一下。哎，莫总想让我私人信息就直说干嘛，大费周折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还用我业余时间想干什么？你该不会想愿意打视频电话给我吧？给你视频，我流量多的没处用啊！天哪，他们不会真在一起了吧？你说呢？你都记得，这个普信哥之前没把他当回事，竟然变本加厉了，毁我名声。走，给他算账去。哎，等等，我有办法。嗯，什么办法？喂，普信哥，人家办公室现在没人，你过来一趟。好好，宝贝，等我，看好了，鸽子走，拿下他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太好了。什么？我们三个爱上同一个男人？哎呀，这风吹错打起来了，你们自己看吧。这不是公司新来的普信哥吗？一把年纪，普通自信，天天骚扰我和丸子，还说我们暗恋他。啊？来，小丽喝奶茶。哦，谢谢丸子。普信哥，你的。我就说吧，葵子好丸子喜欢我。你想多了吧，刚想说喝奶茶，他们这个还真是，而且就你们一半，我的是全糖，说明他们想把最甜的给我。幸亏把全糖那杯给普信哥了，不然我们喝了得长多少肉啊。就是完了，炸鸡到了，快来吃东西。不好意思啊，别藏着了，裴总想见我就直说，何必这样吸引我注意力呢？啊，你这么漂亮，我当然会考虑你了。你这点也能有度，神经病啊。哎，还害羞了呢。人事那边要做个员工统计，大家把表格填一下。哎，莫总想让我私人信息就直说干嘛，大费周折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还用我业余时间想干什么？你该不会想愿意打视频电话给我吧？给你视频，我流量多的没处用啊。天哪，他们不会真在一起了吧？你说呢？你都记得，这个普信哥之前没把他当回事，竟然变本加厉了，毁我名声。走，给他算账去。哎，等等，我有办法。嗯，什么办法？喂，普信哥，人家办公室现在没人，你过来一趟。好好，宝贝，等我，看好了，鸽子走，拿下他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太好了。莫姐，我拿到舞蹈大赛的奖杯了，现在就回家。好，注意安全。你又出现，送我。什么人？丸子，丸子。怎么样，丸子有消息了吗？现场只有他遗落的奖杯。以及七北小姐的手艺书信。要活的不是我，莫姐，我对周家忠心可见，怎么会伤害丸子啊？是不是你害我？谁派你来的？不是不是不是。莫姐，不怪七北，都是我的错。丸子失踪前跟我通过电话，要是我派人接他，也不会。大概是有人见老爷子去世了，才会对丸子和我的腿下手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下去了。是。哎，莫姐，你信我？你腿还伤着，应该多休息才是。我是不想莫姐太操劳了，这是给你准备的安神奶，记得按时喝。有心了。下去吧。我也是没办法，只有老爷子偏心，把家产都留给你了。我的好妹妹，我可千万得打你，藏好了。莫姐，看来有人要坐不住了。莫姐，我拿到舞蹈大赛的奖杯了，现在就回家。好，注意安全。你又出现，送我。丸子，怎么样？丸子有消息了吗？现场只有他遗落的奖杯，以及七北小姐的手艺书信。
要活的。不是我，莫姐，我又周家忠心可见，怎么会伤害丸子啊？是不是你害我？谁派你来的？不是不是不是。莫姐，不怪季北，都是我的错。丸子失踪前跟我通过电话，要是我派人接他，也不会。大概是有人见老爷子去世了，才会对丸子和我的腿下手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下去了。是。哎，莫姐，你信我？你腿还伤着，应该多休息才是啊。我是不想莫姐太操劳了，这是给你准备的安神奶，记得按时喝。有心了。下去吧。我也是没办法，陈老爷子偏心，把家产都留给你了。我的好妹妹，我可千万得答应你。莫姐，看来有人要坐不住了。小兄弟，他超给力，人品一级，有很多兄弟，就连怪弟他也调戏，世俗一切不放在眼里。有的时候我那傻超兄弟也会郁闷，但是从不吭气，玩命工作，他勇敢做自己，这是生活的问题，好像和他没关系。其实再多的漂亮姑娘他都不放在眼里，土豪跟富帅对他来说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他说如果没实力去玩一场拼爹的游戏，干脆这辈子只跟乔洋比。